咁啊，今日咧仍然系请到阿方生啊 Peter， 咁啊同我哋讲讲咧水晶嘅玄妙。咁啊，你曾经去过埃及嘅金字塔啊？系。咁啊，金字塔咧就大家咧知道系一个好玄妙嘅建筑。系。五千几年前咧已经有呢个金字塔，啲人点解会考虑起一个咁样样嘅建筑物咧？咁好多人话帝王嘅名录，坟墓。系。咁但有啲人就话未必，咁有啲人就话咧，金字塔个形状咧本身咧系一个吸收能量嘅物体。系。亦有人讲到咧，金字塔咧系里边。这个角度啊，或者是它起那个时候呢，是对正到呢一个太空啊，空中的很神妙的神奇的角度的。吸收到一些呢咁的光线。咁你以你的感覺，我自己我就好喜欢这些神秘学啊 ,V1 的东西的。所以呢有姻缘啦，我有一次咧，我就跟团去嘅，跟团去嘅，那个团唔多人嘅，十个八个嘅啫，咁啊，喺呢个团嘅最尾嗰日咧，佢先至带我哋去参观呢个金字塔，咁啊，哇，当然心情咧就好兴奋啦，咁啊，我哋好啦，入去之前咧就咁嘅，个大家嗱，一入到去唔可以影相。唔可以掂嘢喺入有里边个塔里边啊！一个金字塔里边后讲明嘅，如果你同埋唔可以依埋眼，咦？哇！佢讲呢几样嘢系我好想做嘅喎，佢话唔俾嗱。如果你做呢样嘢咧，就会没收你嘅，讲明啊。咁、我就我哋好啦，咁我就听听话话，咁我哋捐入去都几耐下。要捐入去？要捐入去噶，即系踎低啦，踎低啦，吓一条窿，一条隧道仔咁样噶。我唔系好记得行几耐，但系都行几远下，行到入去，哇！咁就好啦，去咗间。房間咁樣啦，個樓底幾高下噶，咁我個感覺咧就陰陰濕濕咁樣嘅，咁啊，但係好著陽好開心啦，因為好多人嘅，但係突然之間嗰、那個看守個管理員咧一支箭咁衝咗出去喎，因為話明噶嘛，佢裏邊嗱唔俾我哋掂，唔俾話我哋要排隊，同埋有管理員咁，但係佢唔知咩事衝咗出去喎，可能有啲意外發生啦，咁啊好啦，我哋其中一個團友咧就即刻攞相機嚟咧喺度。周围影，本来话相都唔准影嘅，唔得嘅，话明嘅，个街闪胆唔用得，乜都唔得，会没收你嘅，依埋眼睛都唔得，哇，咁神奇，好啦，咁我见佢管理员出咗去，咦，又冇其他人，游客得嗰几丁友，哇，发达啦，就是、你嗰团嘅，就系团嘅，得几个啫，中人嚟嘅，香港人嚟嘅，好啦，咁我就，咦，哇，即刻，咁啊，嗱，我俾大家睇睇吓呢幅相，咁啊，正正咧，我就坐喺棺木旁边。就正正嗰個位置，呢個棺木嚟嘅，係啦，黑色個棺木嘅，係啊，咁我就嗱，同埋咧，佢呢個團友影咗啲相，你睇一睇下，好多 ops 啊，呢個 ops 仲係複式嘅 ops， 即係個光球裏邊仲有光球嘅，如果能近睇啲咧，就仲清楚啲啊，嚇，咁我就見到呢幅相，我就哇，我就話好開心發達啦，呢個石砌嘅。石砌嘅石室嚟嘅，嗱系佢哋咁讲啦，但系咧有咁讲咧，就系话嗰啲话就系咩咧？系用音频去做砌出嚟嘅，即系点样咧？佢哋啲有啲一班外星人啦，用啲音嗡咁样，好啦，啲石咧就一路嘟咁砌上去咁样嘅喎，并唔系人为嘅喎。系啊，其实咧呢个技术咧，嗰啲以前啲西藏啲高僧都用过噶。系咩？打鼓咧可以令到啲石浮起嘅。咁犀利？系啊，好重喎。系啊，啱啱佢吞正个频率，就可以用嚟控制manipulate物理空间咯。哦，即系其实而家好多科学系做到啊 ，reproduce 到呢个回收嘅。佢係用兩個音頻，係好高 hertz 嘅，可以令到一件物件浮空嘅。不過嗰件物件即係石仔啊、戒指咁細件就得啦。而家，但以前如果你掌握到個技術，嗰、那個場景啦、啊，嗰、那個振頻咧，係可以令到任何嘢係浮空嘅。哦，我呢個未聽過。不過你如果你照你咁講，你可能真係有此事。係啊，即係其實每個地方。嗰啲古智慧都做到呢樣嘢嘅，同埋美國呢一個 case 有個人咧，一個單身嘅無啦啦咧，可以用珊瑚嘅石嚟起個公園出嚟嘅。珊瑚石係啊，一個人啫喎，冇機械喎。
用活動門乜做曬嘅喎，一個人點樣搬嚿大石咧？嗰個石頭石好似英國 Stonehenge 咁大嗰啲石，啊，係冇機器搬嘅，好好多噸嘅喎。係啊，但係呢個秘密佢就冇講出嚟點做。嚇，嗯，Stonehenge 我都有去過，喺呢度一個個大石喺英國。呢個我都去過幾次。係啊，埃及嗰度咧我未去過，埃及嗰個金字塔咧。你咪胡夫咁樣？胡夫最大嗰、那個，最大嗰、那個。咁啊，俾我遇到一個神奇嘅事喎。嗱，好啦，咁我不嬲都有用水晶去做呢個心想事成開啟法噶嘛。咁嗰日突然間好啦，哇！咁啊，即刻諗下啲，不如做啲特別嘅嘢啦，平時冇做噶啦。咁，咦？咁但係我又冇乜嘢想要喎。但係好啦，我有念開心經嘅。咁、我就，不如咁啦，即刻嗰個管理員喺度，我就依晚念心經啊。佢話唔俾我做依晚，我就好想去做。咁我就觀自在菩薩行心波，去到呢個咁簡單嘅字一波，我就即刻變成一個光。我諗咩？未曾講完。變成一個光球，我諗應該係所謂靈魂出竅啦。我就淨係見到一堆光，見到我自己喺度念經，咁啊不斷不斷念經啦。一般我念一次經係分零鐘嘅啫，咁我就哇，我就係咩都見唔到，我就係見到個光好靚嘅，好舒服嘅。咁啊，跟住咧冇幾耐咧，好啦，我又沉翻低，因為原來我已經念完嗰個經啦。咁我就慢慢慢慢降翻低，咁啊打開眼，好舒服，我就成身充滿咗能量。嗯，個 power 好大，我當晚翻到酒店，我係瞓唔著。咁犀利，我瞓唔著，好有因緣俾我遇到呢件事。所以我就同啲朋友講我咁啦，有其他嘅事，啲朋友就話：喂，你要試下扶機啦，即係人哋外國嘅 automatic waiting 嗰啲字嚇。咁我就去做咗呢個扶機咁樣。哦，好神奇。其他人有冇你呢個經驗咧？暫時我啲朋友就我就未聽過佢。佢唔係你嗰家嘅，亦都冇可能你俾你張相。啊，係啊，真係我好有姻緣。嚇！呢幅相真係嚇，好有嘅價值咯。喂，仲係臨走我先至有呢幅相啊？點解咧？係大家團友交換電話嗰陣時啦。佢話：Peter， 點解有咁多個光球嘅？我就話發達啦！呢啲光球唔係成日可以影到，因為呢幅相根本基本上，除非你偷影，其他係影唔到。我就俾我影到，我就話發達啦，發達啦、啊。即係講簡單講下呢啲 ops 係咩嚟啦 ？ops 咧其實咧幾個地方出現嘅，好多墳場有嘅，好多嘢，好多墳場都有啲 ops 嘅。第二個就係有修行嘅高僧啊、修女啊、修士嗰啲，佢念經嗰陣時咧個頭頂都會出現呢啲嘢嘅 ops。係啦，第三個就係同 UFO 有接觸嘅人。哦，呢三樣嘢都呢三個地方同人都好易發生呢啲嘢嘅。係，咁啊肉眼睇唔到，不過你影相之後咧，好易睇到嘅。有時你影完相咧，放大個 ops 之後咧，你僧侶啦就會見到個佛像喺度嘅。喺裏邊。係啊，個樣係啊，佛像個樣。如果你話中意研究外星文化嗰啲咧，有阿陳仔喺裏邊嘅，即係小夫人入邊嘅。哦。咁樣平時如果話修佛啊，修譬如道家，你見到觀音嗰啲啦，咁睇下你屬於。親邊種的修行方法，個個人的看法都不同，是的，他依照你的意識而決定的嘛。你信耶穌你就會去見到耶穌的像，你信觀音就會見到觀音的像，是的，是的，哦，是的，就是見幾耐呢？第一沒有的，其實你影相才知道的，你那一刻你就覺得哇，你的身心好像跟天人合一的那個狀態一樣的。那那些 ops 裡面呢，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星光體 astral body。咁其實可以除咗你自己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周圍嗰啲我哋所講嘅守護靈啊、天使啊、神啊、佛啊，佢都係咁出現嘅。哦，嗰啲係正佛嚟嘅，唔係古靈精怪啲小佛啊、小鬼嚟嘅。嗰啲就第二款嘅，唔會咁高頻嘅。咁啊，通常呢啲款嘅嘢咧出現咧，都係高頻嘅。咁我哋講，譬如頻率啦，講多次頻率。咁譬如話你我石。攝影機都係一個頻率振頻嚟嘅，一啲 atoms 喺度振。咁啊 atoms 佢振快同慢咧，就決定於你用咩嚟實上嚟喺你面前表現出嚟。哦，係啦。咁譬如高嘅能量，佢嘅振頻係好高嘅，佢 hertz 好高嘅。嗯。譬如台眼崩崩呢啲咧，就振頻好低嘅。哦。係啦。你睇即係我哋話零啊零。零咧係高好多，好多係高頻嚟嘅。低高頻嚟嘅。好高頻嘅，咁啊會用呢個方法嚟呈現出嚟咯，用呢個方法 ops 呈現出嚟咯。哦。係啦，咁啊當然振頻高都有啲比較低嘅，即係嗰啲我哋所謂啲遊魂野鬼嗰啲啦。都有嘅。係啦，即係譬如話你嗰日病到五顏六色。
人哋話你烏雲蓋頂，跟住你個頻率咧就根本上咧就同嗰啲遊魂野鬼咧就好接近，啊，真係好易就係話，所以佢好易撞鬼同埋行衰運，就係，是，啊，所以咧，啊，水晶個頻率係非常之高嘅，因為佢有放大嘅功能。所以點解水晶可以嗱喺亞達蘭提斯嗰陣時候有記載，有一個叫做 Edgar Cayce 睡夢先知啦，佢就話水晶咧喺當其時咧係做呢個能源啦，做呢個冥想啦，嚇，做呢，這個水晶呢個治療啊，去醫療啊。所以一點解咧？佢有一個頻率係好大嘅，例如嚇，譬如而家我嚇，我個頻率個度數得譬如50度咁講 ，OK， 我用咗一個水晶嗱，呢，這個水晶譬如有500度嘅。我去幫我做一個治療啦，好啦，咁我原本50度咧，突然之間會變到100度啦，好啦，咁呢100度咧就會幫我平衡咗，咁或者突然間我會提升咗喎，精神咗喎，甚至乎有啲地方會恢復喎，嗯，就好似次官阿同你做一個啊呢，這個啊腳部嗰個咧，嗯，就係咁嘅原理啦，哦，啊，我甚至乎有一支咧好大支，可以同大家。山咁高，呢，這個我都未見咁大支，幾廿磅克，呢個嚟自於巴西嘅，哇，真係好高，係啊，有成兩尺幾啊，兩尺幾三尺咯，好勁嚇，得 OK， 下呢個係啊，係真好勁啊，係啊，我心愛，因為我係咧就係最頭呢啲啊結晶體啊係礦物嚟嘅，礦物嚟嘅係啦，係採住呢個水晶嗰時咧，一路沉積，一路沉積，係啊，經過咗。成億年嘅，億年，甚至乎唔止嘅，有地球開始就有佢出現。哎呀，哦，所以你諗下佢嘅能量啦，佢裏邊，我係當佢有生命體咁樣嘅去看待嘅。係，哎，啊，即係睇啲卡通片啦，又或者啲即係古書啦，都有去記載係水晶嘅功能嘅。係啊，係啊，好神奇嘅，好神奇嚇。點解呢個水晶咧，佢哋一定要成柱形咧，一定要有呢個六面體咧？嗱，六面體咧，其實咧嗱。又嚟自於生命之花，生命之花是古老的圖騰，咁裏邊亦都包含了呢個大衛星，又六角的大衛星，上三角、下三角啦。原來呢個咧係一個能量體嚟嘅，咁啊好神奇，好多咧水晶咧天然嘅咧，佢自己生出嚟，好似呢個天然嘅水晶，佢，本身有六面體嘅喎，佢自己生出嚟嘅六面體，就係啦，咁奇妙，係啦，對應翻六角形咧，就係有能量嘅啦。好啦，嗱，呢個係先天嘅，呢，這個係後天啊，呢，這個後天去切割嘅，哦，去打磨拋光嘅，所以我哋係一樣要跟翻佢六角體，就係咁解啦。呢，這個六角體天然生出嚟嘅，但係佢唔得平均嘅，就冇咁靚啦，係啦。但係最天然嗰個狀態咧，譬如你睇呢個西貢嗰個石柱群嗰，那個地質公園。嗰，那個火成岩柱都係綠嘅，係啊，係喎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綠角，雖然唔係咁 perfect， 有啲有一人一殘都係綠角嚟嘅。嗰，那個咧就係，是，好幾萬、十幾廿萬年前咧嘅，火山爆，係啦，但係爆咗之後咧就冇經過人工堆雕琢，融合慢慢凝結就變成綠角柱咁啦。呢個奇妙就奇妙喺呢度，大自然嘅奧妙啦，係奧妙嘅，一定係綠角嘅嚇。其實我自己咧就中意咧自然嘅晶體，即係唔即係呢個原石係啦，因為佢力量 power 咧係比一般咧強大好多倍嘅。嗯，佢石皮有嘅。係啦，呢個就唔靚仔喎，其實錯，佢個 power 係好強。最靚嘅呢啲啊！我咧有陣時咧，譬如喺8月15啦，係呢個攞去照月光嘅。係咩？係啊，我照完一日之後咧，第二日咧再去同佢做冥想咧，個 power 係強好多好多倍嘅。哦，好神奇㗎！是啊，我一所以一到15、14要開始噶啦，我將屋企嗰啲叫仔仔女女咧，全部擺曬喺張台，曬月光，曬月光嚇，甚至乎我自己咧打坐咧，我都借我媽媽嘅天台咧，做啊十幾年啊持續咗，就上去打坐，喺11點開始，佢吸收嗰個月亮嘅精，啊月精。係啦，因為月亮咧個能量係好大嘅，好，大嘅，咁，都持續咗我自己都咁樣都十幾年嘅啦。咁咪佢嘅能量愛嚟做乜嘢好咧？即係醫人啦，定係嗱？大家都希望係有正能量嘅啦。嗱，你正能量嘅時候，咁你自然運氣就到咯喎，係嘛？健康啦、財富啦、家庭啦，咁咪順利咯嚇，就係，為咗呢樣嘢啫。呢個係俾人類嘅。譬如這個是動物或者其他植物有沒有這個附加到的能量
都有嘅嗱。其實咧好多嗱，譬如啦嗱，潮水漲退啦嗱，佢越完嘅時候咧，嗰啲海嘅浪你冇睇見到浮上嚟嘅喎。好啦，有陣時甚至乎有影響人嘅喎嗱，大家試下，原來話有調查過咧，越完之夜咧，命案劫案係多好多倍的，當然啦嚇，令到我哋個腦電波係有影響，係有激動，因為咧人嘅好大部分咧71% 咧係水嚟，係，因為液體咧就同呢、這個受引力、潮力，而家我哋知道咧潮漲潮退同嗰個月球嘅吸力有關係，咁啊人咧。70% 實際上係水嚟嘅，自然咧嗰個潮漲潮退一樣嘅，嗰啲水嚟嘅，喺月嘅吸力底下咧，一樣會產生作用。所以頭先阿志官你話動物咧，嗱動物係狼啦，喺15咧嗌得特別多嘅，係喎，係咪啊？就係咁，狼類啊呢個意思啊，係啊，係一隻狼喎，嗌啦，食嘢啦。就係咁解，就係有原因㗎。所以植物都係㗎，佢個 power， 你嗰日咧，你食嗰啲植物咧，當其時即刻劏佢出嚟食咧，即係唔好話劏呢個字啦嚇。採集出嚟食，特別咧嗰啲係好食啲嘅，鮮甜啲嘅，佢力量 power 強嘅。係，即係植物都係入邊係水嚟。全部都係水嘅，有關嘅，同水有關係。係啦，日月咧就同水嘅月嘅吸力同水有關。係啊，明白。咁水晶本身係咪水嚟嘅咧？嗱，好多人都講啦，話明水晶梗係水啦，但係咧，聽翻嗰啲一個 case 啊報告講翻咧，其實佢係咩咧？係光嚇，光嚟嘅。嗱，我哋人都係光啊。嗱，佛經咧喺《阿含經》裏邊其中一頁咧有講，佢話世界初成，光陰天人下來，各有身光，飛行自在，因地肥美，取食多者，即失神足。體重無光，本身我哋就係光人嚟噶，係光嘅。我哋被後就呢啲咯，係啊，就呢啲咯。我哋被後天污染遮蔽曬啫嘛。所以點解我哋話要通我哋嘅輪迴啊，我哋個光啊，我是光，我是愛，就係咁咁緊啊。好啦，亞當同夏娃就因為佢哋都係噶，食咗個禁果，佢功能又失去曬啦，嚇問題又出嚟啦。哦，是一种光嚟嘅。系啊，我哋系光人嚟噶。因为因地肥美，取食多者，即失神足，个神钝咗啦，体重无光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系唔怪得咧，中国都古书咧，就描写咧，佢话有啲得道嘅人啊，就系见到佢一阵光。見到一陣光，就未必見到個人嘅形狀。係啊，呢陣光咧，實際原來佢嘅原本實相，實相實際係就係光人，係就係一種光嚟。即係譬如人咁，而家都成日話有個氣場喺側邊包住啦。係。咁氣場顏色就係斷定話，譬如你嗰個黑嘅狀態係咩色咁樣啦。即係如果病嘅就係好暗啊、灰啊、啡啊，講過係。開心嘅就係粉紅啊，一個淺嘅紫啊咁噶啦。咁如果最勁好得到嘅就係白色嘅，成個都係白色就係白光。同埋我睇啲佛像咧，嗱佢通常咧或者耶穌啦、天使，佢後邊都有個嗰個光圈嘅喎，就係嗰個光環。係啊，佢代表嚟噶。是啊，咁呢個咧又可以旁證咧有個講法啊，就係咧好多和尚咧發做咗死之後咧，咁佢咧就燒咗，就會得到一啲舍利子。咁而家好多人咧就話舍利子咧係骨灰啊，係啊，骨灰即係神石，神石即係膽石之類。係啦。咁但係咧有一個好奇怪嘅我。三十幾四十年前咧，咁啊識得一個和尚，呢個有冇得道咧？我唔知道。佢誒喺大陸走來嘅，咁誒去佢嗰個協會啊，嗰個協會啊，就裝住幾粒舍利子，高僧嘅舍利子。咁咪當然佢未攞到佛祖嘅舍利子啊，但係高僧嘅舍利子。有一個玻璃罩罩住，咁佢就問我，佢話你嗱留意睇睇啲光，你睇咩顏色嚟啊？係咁我話呢三粒舍利子三四粒嘅啫，
有大有細。我睇到一粒係紅色喎、哦，紅色啊，但係唔係鮮紅色，係棗紅色。咁、其他咧有啲係暗色嘅，暗色嘅灰色。咁佢話咧劉生你個人心底唔錯啊？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好少人見到紅色嘅舍利子。每個人來你望咧，有紅色嘅喎。你望又唔同色，我望又唔同色嘅喎。佢話同一根同一粒舍利子，點解會睇到唔同嘅色咧？就直情咧就可以依照我嘅心理嘅反射出嚟，反射出嚟。明白，係係係咪啊？好神奇，係好神奇喎！好神奇啊！係啊！佢每一個人嘅心理咧，或者佢嘅心態咧，你係。反映到你的人是怎樣樣的人的品性是的，於是有 各種不同的光，是其實不是色來的，那是光，是明白，不同的頻率，不同的頻率的光，是挺有趣的，因為呢第一它從不同人的變化，第二呢那顆都是一顆物理上的石頭，石頭啊嘛，即係神石啊，神石啊，石啊，係啊，咁啊點解我哋有啲人咧，一世人啊，都唔可燒完之後都冇舍利子啊，冇啦，係啊，好耐都冇喎。所以人咧改變好緊要，因為我睇過新聞咧，嗰個人咧就坐監，犯咗好多大嘅事，好嚴重嘅事，但係佢喺裏邊監獄潛心悔改喎，就點咧就睇書嚇，咁啊就係日日喺度。靜心嚇，因為諗住，我要改過喺裏邊喺監獄裏邊做好啦，卒之啦，好係一段好長嘅日子啦。咁佢死咗啦，咁啊，咁人哋就當佢火化啦。咦？點解嗰啲一粒粒剩翻之後咧，嗰啲骨灰化咗之後有一堆嘢發光嘅？係因為佢改咗，改變咗。哦，以前係污糟邋遢，嗯，而家已經係修淨咗。係啦，咁啊講起啦，善呢樣嘢咧，我都要提一提啦。我又好中意做呢個剪布嘅。咁有一單新聞咧，就係土耳其嘅嗰個女人咧，就患咗呢個癌症。個醫生話：好快你要離開噶啦。咁咧，佢話好啦，既然離開，咁就嚇，咁都冇辦法啦嚇。揾過好多醫生醫都冇辦法。咁啊好啦，點不知冇幾耐地震喎。咁啊哇，咁啊好啦，佢諗佢就咧，佢其實呢個人咧好好心嘅。咁啊即刻唔理啦，去救人哋喎。啊！有啲人譬如受傷啊，去撐住佢，去幫佢醫療啊，嚇、啊、幫佢去安慰佢啊，嚇、啊、佢自己咧又唔瞓又唔食嘅，一味去做呢樣嘢。嗯，好啦，咁啊事件過咗啦，跟住咧係去睇醫生啦，個醫生就同佢一驗，咦冇咗粒嘢啊？點解你嗰啲癌嗰啲細胞係冇曬嘅？咁奇妙嗱，係啊嗱，我自己咧剪布噶啦，我就係、是。在這裡我就 keep 到現在很多年了、土耳其的婦人就有癌症的絕症，就為了救人家就不犧牲、就是、自己、啊、一味去做一些幫人的事、跟著再去看醫生好回了消失是的，還有那些癌細胞就是很神奇的、很神奇的、這些我聽過的這些是超能力的嗱，我 keep 咗喺度好多年嘅，真系吓，同埋善咧嗰个咧好紧要啦。正所谓莫以善小而不为，莫以恶小而为之，积小恶而成大恶。系啊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了凡四训嗰度讲噶，所以呢样嘢咧，因为佢透过佢嘅改佢嘅自己善念咧，阿了凡啊，唔完了凡，了凡吓，跟住咧佢人咧原本就咁噶嘛，话佢咧吓53岁。就壽終正寢㗎啦，但係因為咧經過一個禪師就話唔係嘅命運，我哋後尾我哋可以掌握改變嘅。你只要做多啲善事啦，莫以善小而不為。好啦，跟住佢又改，佢又好啦。咦？之後咧，兒孫滿堂，升官發財。之後咧，佢就講俾佢仔聽，叫佢仔寫書出嚟。就係呢個四份啦。係啦，袁了凡五，好出名㗎呢個嚇。有一排啊，係啊，我講都有一排。了凡四份係好出名㗎，所以呢個善心咧，係個力量係幾大。係，冇錯，就係咁樣。係啊，係啊。咁呢個喺埃及嘅金字塔裏邊咧，仲有啲咩嘅發現咧？佢點解起到個高度同埋佢個周圍嘅四周邊咧？即係咁嘅。如果講金字塔咧，其實係分主要分咗兩款嘅。一個真係嗰啲
後期嗰啲法老王啊，埃及嗰啲王咧，就學上一代嘅法老王起，嗰啲係細規模啲，同埋都係冇咁多 power 嘅。嗯，咁都有 power 嘅，有嘅都有嘅，都有嘅。不過因為你照翻嗰個幾何咧，個個比率咧，你做翻咁金字塔咧，入邊咧係有啲能量喺度嘅。但係原裝嘅最大嗰幾個咧，就真係。不是地球人做的，应该胡夫个胡夫系啦，嗰三四个系啦，嗰几三四个咧就是用而家方法都冇可能做翻出嚟嘅。系啊系啊，而家细嗰啲咧仲可以做起翻出嚟，大嗰啲唔得噶啦。系系吓，大嗰啲可能做到。大嗰啲有咩功能咧？几个讲法嘅，就最简单个讲法就系话对翻个天狼星嘅星宿啦，嗰啲星位置啦，即系作为一个导航嘅系统又好咩都好啦。导航系咁系啦。咁即係嗰啲嚟香 visit 地球嗰啲嚇飛碟，係啦，即係一鋪，係啦，導航。第二個講法咧，就係呢個係呢間類似發電廠嚟嘅，發電廠係啊，能量嘅製造廠，俾地球嘅能量係啦，即係你一個譬如你咁細個一個嘅金字塔都有能量到嘅嘅話，你諗下一個咁大個嘅係咪幾犀利可以有？系啦，咁第三個就係、是、佢下面咧係收埋有其他嘢嘅，係啦，一個類似、類似地標或者鎮住咁嘅嘢啦，一個 keep 咗個 secret 喺下邊嘅。我自己都係嘅，因為我自己咧嗱，可以大家睇下嗱，我自己鎮住咩咧嗱？呢個咧就係裏邊咧擺咗啲水晶，大家睇下啦。嚇！咁啲水晶咧就有 power， 係啊！嚇嚇咁啊，即係正確嚟講係有咩功用咧？咁而家科學都未有定論啦。係係啊！咁啊，但係就係有幾個講法啦。而家就係呢個又有一個咧説法啊，就話咧曾經有人試驗過咧一啲金屬，譬如鐵，係擺落去之後咧喺個金字塔嘅。底層嗰度係唔生鏽喎，係啊，係嘛，係啊，有聽過呢個？就算你用啲款咁細細個，你擺個擺條蕉落去，都唔會發黑嘅喎。係咩？係啊，哦，蘋果啊，蘋果蕉啊，最易試嘅呢啲嘢就係擺刀仔落去咧，擺刀仔咧會利啲嘅，解開嗰陣時會好解啲嘅。係啊，即係佢有一種神秘力量。嚇嚇！你解釋唔到嘅力量，暫時科學係冇辦法講出嚟嘅。係即係可能第時量子力學可以解到啦呢啲嘢就。但係水就得意啦，水知道光本性咧，佢哋又真係用科學嘅原理嚇去，譬如例如一杯水啦嚇，你成日對住佢講我愛你，你好好，你好靚啦。杯水跟住佢用呢個好大嘅顯微鏡咧，睇翻啲晶體咧，嗰啲晶體係好靚好靚嘅喎。但係如果對住另一杯水講我恨你。你好核突，你好衰，或者你播啲唔好聽，或者好 rock and roll 嘅音樂俾佢聽，係啦，寫咗啲唔好嘅字眼咧，嗰杯水嘅結晶咧，好醜陋，好神奇啦！呢啲係有跟佢哋研究過曬，影曬相咯，影曬相噶，係已經係成十年噶啦，所以水晶一樣嘅啫，你輸入啲好嘅信息咧，佢會幫助你嚇，咁你冇嘢㗎，你輸入啲唔好信息咧，咁即係自己受翻，係就係咁樣，好好多嘢好玩嘅。好多嘢好玩。咁水晶咧，亦都有好多嘅故事啦，神話故事啦。我都係好。呢個留翻咧，就 OK， 好下集。OK， 好啊，好啊。OK。